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，感觉他是喜欢我那个球。其实我一开始还蛮喜欢的，我这好棒哦。统神的话，平常在操作这种两个人的游戏，我那个手速很快，我前后动很快。如果他不抠你，不喜欢。只要我碰滑鼠，就是看不到未来而已。不是，你笑什么？真的？不能因为我是唢呐不跟我讲话。我感觉都是50-50啦，这游戏就是70分啦。